嚟到姊妹拜拜肉嘅環節啊！嘉欣有啲咩秘密武器拎出嚟？今次犀利啦，因為我前排咧喺 social media 咧見到一條爆汁機嘅片，哇！真係睇到我哇哇聲，所以今日咧我帶咗嚟同大家 happy share。咁其實係點爆呢？ 首先咧，我呢一部咧係一個家用嘅機嚟嘅，咁咧佢係利用呢一個機械按摩同埋光能咧去即係溶解啲脂肪細胞啦。咁其實咧佢有幾個燈頭嘅，咁樣陣間咧我就逐一介紹。咁首先咧就即係因為佢始終係家用版啦，所以其實佢操作咧係超簡單嘅。咁我今日咧都可以示範下啦。佢呢度咧其實咧你見到係得幾個掣嘅啫。開關同埋，嗱我開一開先。咁咧呢一個咧係可以扭呢一個嘅力度嘅。 咁同埋咧，撳呢一個掣咧，咁佢就會有16個呢個 LED 嘅紅光嘅燈頭啦，咁其實呢個紅光嘅燈頭咧係可以即係刺激個皮膚咧，令到佢更新快好多嘅。咁所以其實即係除咗攞嚟即係爆之外，佢仲可以即係除咗佢可以新陳代謝，係啦係啦，同埋咧增加呢個皮膚彈性嘅。咁咧首先咧我都想同大家介紹呢幾個頭先啦。你見到呢個掃咧，其實都係攞嚟咧將一啲身體嘅角質層咧去帶走嘅，所以係可以即係深層清潔嗰個皮膚啦，即係係啦幫助。 排走啲身體嘅唔好嘢啊、毒素啊嗰啲咁樣嘅，咁另外咧呢一個咧就你見到佢係海綿頭咧，咁係 soft 啲嘅，即係佢係即係換落嚟咧，佢係可以碌咧你嘅面啦，或者係胸部咯，即係係啦，如果有呢個豐胸嘅作用㗎，咁同埋因為始終你如果用呢一啲頭咧去碌面咧，咁就會覺得係啊太大力，咁所以呢個係 soft 版咯，係啊，你要唔要試下碌個膊頭咁啊？按摩機喎，好似你有冇覺得佢係咪會擠住你啲？ 咁又冇咁大嘅力度，即係有少少幫你好似推緊通淋巴嘅動作。係啦，跟住咧，你如果即係喺呢個胸部咁樣按摩嘅話咧，亦都可以有豐胸嘅效果㗎。都係通一通附近嗰啲淋巴嚇。係啦，咁其實呢兩個頭咧，我即係一個禮拜可以用一次咁樣，每次10分鐘咁，其實已經你會見到即係啲水腫啊，其實已經都真係消咗嘅。咁但係我自己最中意咧係呢兩個頭，呢個咧其實可以日日用咯，呢兩個頭即係你喺你想要減嘅位置咧，碌下佢每個 part 5分鐘左右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深層溶脂頭嚟嘅。跟住係啦，因為咧你見到佢呢度有啲齒輪咧，其實咧按落去嘅時候咧，佢係可以刺激個穴位啊，幫助呢一個身體嗰個循環系統去循環得好啲，排走一啲毒素啦。咁同埋咧，即係你喺呢啲肥肉呢啲位咧、脂肪位咧，你咁樣循環咧，其實真係可以刺激到嗰個脂肪層咧啲細胞，可以即係令佢哋活動下啦。係，就係呢一個頭令到佢爆脂咧。 係啦，爆嗰啲脂肪。係啦，係啦，咪呢個首先呢個係刺激少少先嘅，刺激誒用先，係啦，刺激。係啊，刺激咗佢先。咁但係譬如呢個頭有冇一個手勢咧做嘅時候？啊有㗎，因為咧你知啦，我哋出去按摩咧，佢通常咧都係會即係例如你要提升啲部位咧，佢淨係會向住一個方向㗎嘛，佢唔會循環㗎嘛，即係用呢部機嘅原理都一樣咯，即係例如咧呢啲腳位咧，淨係向上咯，咁樣係最好咁樣縮到嗰啲。 系啦，嗰啲穴位係最好嘅。例如咧，有啊，我自己咧喺屋企嘅話咧，會搽一啲呢啲 body oil 先，係啦，按摩油。其實咧，如果你用一啲可能係真係嗰啲纖體產品啊，又唔係有啲 cream 嘅，有啲熱能嗰啲嘅，會更加有效咯。不過有時我比較懶咧，都會用按摩油啦。咁咧，碌5分鐘嚟同一個部位 keep 住碌5分鐘咧，你照一照鏡咧，係真係覺得左右腳咧係唔同咯，即係佢去水腫功效係超好嘅。係啊，呢一個咧就係。 叫做深層排脂頭喎，咁呢個同呢個有咩分別呢？就係即係呢一個當呢啲齒輪咧嚟刺激咗啲穴位啦，打通咗嗰啲循環系統之後咧，用呢一個嘅時候再碌5分鐘咧，咁咧佢就可以刺激到一啲深層嘅脂肪層同埋脂肪細胞，咁同埋咧一啲橙皮組織，即係有時我哋咧呢啲位咪有啲橙皮紋嘅，你攞嚟碌一碌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即係改善到呢一個橙皮組織嗰個問題咯。即係其實。 配合啲頭嚟用嘅，即係你每個禮拜用一次嗰啲咧，就一次過用。呢兩個可以日日用嘅，即係每一 part 5分鐘咯。跟住有時喺屋企咧，你喺度睇電視，係啦，想下網咁就碌下咯。 快啲碌下你啲巴巴肉先啦！係咯，唔乜唔係擺喺度，我啲巴巴肉真係好嚴重。得啦，你幫我慢慢碌啦，日碌日日碌，跟住拍翻條片出嚟。不過咧，真係除咗用咁多嘅消脂你嘅呢啲產品之外啦，我覺得都要配合翻一個營養飲食嘅。